这头发跟他们要起飞了似的。哎呀，这只手忘戴手套了，别喷我啊！不戴手套也得喷我，小喷子们不许喷我呀！你说我整手上油也不往你身上蹭，你喷我干啥呀？你说是不是？鲍螺凉着吃真的挺好吃的，加热更好吃。这么点的，你看人带小黄花，小小男子汉。这种就女生中脑壳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还想到昨天直播有个粉丝问我，吃鲍螺费不费牙？刚安的牙。抠细碎，不整了。